做长工不久，就来勾引这丫鬟。两个赏识都被有情后，当然要好好处罚他们。他们两情相悦，你做个顺水人情撮合他们，岂不是一桩美事？何必步步相逼？反正坏人家规矩，岂能便宜他们？两位小姐可有心上人？又问这什么话？这就是人像小家的人，居然没有心上人，话不会见不得别人双宿双飞？这真悲哀，狗嘴吐不出象牙。姑奶奶管家，下人管理何事？下人也是为人家打好了出人命，好，我就饶他们一命。如果是你，我还帮他们解开绳索，按着，此罪可恕。我最难逃各断一只手，作为警惕，不可以。不是吧？逃越远越好，等你们走回去。哦，私奔了。替天行道，哇！都是我错，幸好。你怎么不闪啊？是我意气用事，自卑自当受连剑，引赎其罪。怎么掉才怪？还魂咒，复活术啊！刘静宇，不知意下如何？四海内皆兄弟。有朋知己千杯少。
野口自断不灵免钱，不灵免钱，最近运气不好。气色泛红，面带桃花，准走桃花运，女子为水，水在周易腹中，谨慎切记，我有桃花运。瑶光聚顶，灵气逼人，人事少见，再招必为帝后，再也必为人子。眉宇间隐含煞气，煞气，恐怕近日必有劫难。这么煞气，不准乱想，提到错都是真话，铁口直断。这不是刘兄吗？这难不成也是要比武交情的事？而且非常令人寸外瞧瞧罢了。这一向还是没有火手。我若学过那么一点点武功，我早就像月如表面求亲了。实话怎讲？刘兄温文柔里，又长得一表人才，您那么月什么月如表面肉看不上的，那还真是没啥眼光。你让台上听到哦，莫非台上的就是刘兄的月如表妹？能令刘兄如此不怀疑，应该是位美人哦。哇，打得不错。这家我们也想想一点不好，我们回去算了。出手也太重了。被你折断的时候打瞎眼，谁还敢上啊？又怪我，还是三番两次替你找机会让你挑选战斧，我就有一次认真过招，计划全都是后退缩手，准备做赢家女婿啊！野蛮丫头，呆瓜小贼，你们认识我，只先前有点小误会。就他折气棍，就让你家上来，我打他一顿，别耍性子。这个公子定位爆你场的比赛，手下败将还想自讨苦吃吗？我不服气，昨天你们以多为胜，两人打我一个，我总该上来单打独斗，怎么怕了吗？上去就上去，谁怕谁？虽然在下曾冒犯姑娘在先，但我自愿安你剑，以两不相欠。又何必逼人太甚？可是你甚，逢年过节这一笔额度输了就留下了，替两个下人当三年长工吧。昨天的事你不对在先，我救人情节这才冒犯，你简直的接招，不服游戏。否则众人先好面子，岂不是让人家看清咱们无敌？啊！哎，怎么样？随便你，只需点到为止，两招吧。什么？我输了？承让？嘿，比武招亲，今天终于有结果。我林家宝旗开三日，人家还如意呢。难得难得，想不到如果也会害臊，怎么？你如何去啊？我为什么？比武招亲，擂台上英姿胜罗，自然是我林家的女婿。年纪轻就如此身手，剑拔精妙，挺能相抗，也是出类拔萃，能得胜者，自然笑颜迎亲。晚辈只是长七十，还敬礼。使出蜀山仙剑派的御剑术，无剑神。我尊真是世纪一剑拜马兄弟，算得上是老高，还是老过世袭呢？蜀山剑圣，不对啊，明明就是九剑仙。等到你醉到人，典故传授，跟刘星龙这才会收藏剑，留下九剑支持碑版，所
先自己教我一招剑法，防备本想败他，我实在不会的音乐，没关系，这也没啥重要，啊，不关心是我的本事啊。怎么讲这小子？明知我不会武功，却不知道最近越武的本事，第五招武器。例如中间那个真很如此草率，对，不能算。我有情的他为何是不是不可以离婚？你父亲纵我轻敌，你一介书生，你能继承我南路李公主之位？我区区南路公主之位，是不是要当下一个江湖赖？江湖赖，住口！又是你，你有何？就是你有何资格反对？竟然很高多啊！哦，有凶！哇，林家三代单传，我老哥只有如月这一个，如沃尔这一个，所以我想入赘到林家，好继承林家下来。我们有日有误会才上台的，为了造成误不是有事在身，这个婚姻没有关系，不要轻易自放。真心是好歹你说什么样真正的真心且未成定义你多虑待我将此心讲来清楚的问题的清楚的呢多后人还是一走了之至少依赖化解我会没想到婚姻之哇故意悔婚欸哇颜面尽失你要离开了他想对的称不上富可敌国，亦可是一方豪杰。虽然不轻功，但亦是花容月貌的闺秀。多少人想娶我，娶不到，但因为你的小气，我可以再加上一个妻子，给我三个选妻。那我们是私奔情侣了。就是不一样啊，有钱。这是什么？哦，飞龙探险手机冰雪口诀我忘了，还有一封信。逍遥，探明手男是你爹娘沉于江湖的绝技。现在正是传染给你时候，那么正途。切莫罗林，别难道侠美对他爹。